郭北平，现任国家画院油画院副院长、西安美术学院教授、博士。这张画呢，本来我是有课题的，有练习重点的。这个课头主要解决什么问题？我是在这种，有点主观化处理，强调色彩语言，强调色彩塑造，在斑驳的色彩中，追求一种和谐，让那个很丰富的颜色统一起来，而且原色用的非常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完成一张肖像画的写生？所以今天从摆模特开始，我就很注重这个模特的很缤纷的色彩，异彩纷呈这样一种效果。当然，每次我们会受条件的制约，有点方向的调整。那么一开始我所强调的对画面的基本分析，首先有一个分析，哪是最亮的，哪是最重的。包括它的终端色，包括它的强，饱和度很强的颜色和饱和度比较弱的颜色，它这种和谐关系。而且我还谈到了一点，这张画上可能做的不会很理想，就是说是有时候主观化的处理，比方说这个我的油画里边线的运用啊，比如我们浅色啊、粉绿啊、普蓝呐、古蓝的这种色彩线的运用。但是有一点今天画面已经有所体现啊，这是一个很缤纷的暖色的东西，但是补色在它有些结构的塑造上，有些的那么交界线啊、暗面转折的处理上，它的夸张以后它的魅力，所谓这个德加现代塞尚现代艺术之父啊，他色彩塑形啊，他实际上对补色的运用，甚至是色度相同的红色和绿色，表现了一个人暗面和体积，他这方面也是有贡献的。当然，他更强调一些秩序感的结构的处理。这张画呢，这张画我用了很多原色，可能离得近的这个朋友能看到啊，就是很多原色。那么原色的点，在不断的深化的过程中，变成由于有一定距离感，它自然渗化的一种复色，或者是由于反复重复以后形成的复色，这个我们觉得画家在作画的过程中，都应该做到心中有数，这最好。当然，失败是在所难免的，失败的过程中有这根弦儿，我在研究它这个词中的规律。是很重要的啊。那么上午这个，你现在看这个暖色的衣服和这个重色的背景，它这个和谐关系还有所欠缺。当然，下午我趁这个感觉比较，这节课我是趁感觉比较新鲜的时候，我可能对，我对对象感觉到这种形象塑造，我可能一开始就得精力在这方面再做一做，在这种绘画的样式或者形式中间，这个形象做到怎么样一个程度，然后下边我继续会调整画面。今天我反复用了那笔画派，希望大家课外呢读一读伯纳尔啊、维亚尔啊他们那一代人的这个大师的作品啊，他们作品是我终生非常佩服的大家的作品。有人说他是色彩的魔术师，那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研究的。属于艺术魅力的那样一些色彩的运用、画面构成的运用。我这个演示下面继续进行。我已经说了啊，下午可能一开始，我可能投入一定的精力。在对形象的感受上面，稍微多做一点文章。
人的头发是一个可变因素最多的一个东西。他今天几次不同次数都在做，但是他头发一直在变。你把耳朵稍微不要专门露啊，把那个头发再往后捋一下，在朦胧中露出一点耳朵，不是憋上去啊。因为上午我当时感受到他那个头发呢突然出现了几缕，很有意思。我还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记住，画画画面如果追求空间感的表现，离你最近的地方它的强度往往是要敢于强调的，离你远的地方，推过去的地方，不是说模糊，而是它的强度，它的色纯度啊，适当的加以控制和进境性。差别性很重要。现在我把耳朵，尽管是意思而已，写意性的啊，但是那个我刚把眼睛啊，大概用写意的方法稍微做了一点诠释，因为我们毕竟是肖像写生啊，不能是那个自由艺术那种纯粹的宣泄，受一定限制的。即使你变这个。最早的上海美协主席叫沈柔坚说过一句话，由像到不像，由不像到像，初学画画的人画的是不像的，他说由像到不像，由不像到像，再由像到不像，不像比像更加像。哎，这个词儿比较绕口，让我这个老教师都说错了啊。由不像到像，就是非常像对象，然后走向由不会画的很像开始学的很像，然后由像再到不像，它是一种超越的过程。最后呢，你们读那些齐白石的话，当然毕加索是另外一个体系的，我不举他我作为例子啊。他说不像比像更像，像绕口令啊，但是我觉得他阐述了一个非常精辟的道理。这张画我必须把这个脸，也模特也难得，必须把这个脸稍微塑造的更有可信度一些。也不宜停留过早啊，过久。有时候那个意思到了，你觉得感觉对头了，可以暂时停一下。早上一开始用点彩起笔的那些东西啊，我这个当时是有一些想法的，是为了给大家更多一点演示，但是中途呢又犹豫了一下，因为时间不够，突然航向有所改变，像马航一样啊，突然又往南转了，所
出现了一点点反复。你要画画让别人看，或者要演示啊，最怕的是你改来改去，改得焦头烂额，那是不行的，不允许的。颜色不够亮。这个很翘的小下巴啊，这是她这个小女生美感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注意到了没有？我把她那个强调的啊，那个意思。脸比较小，但是肉不是，肌肉也不是下坠的，这种拿捏这种感受。画画是画感受的。前边做了一些交界的铺垫啊，现在我把比较准确的这种下颌骨的转折。再注意啊，一开始因为这张是强调主观色彩，强调色彩，这里边出现这些粉绿啊，其实是蛮可贵的，我可不愿意把它在抄的过程中消灭掉。罗丹说：“艺术是一门学好真诚的功课啊。”其实呢，你画画的时候，某种极力表现自己真实感受的那种愿望、欲望、强烈的欲望，是画好画的一个重要前提。当然，它还有一个前提，讲过了啊，就是。法度术，任何一个艺术门类，它有你必须掌握的这套这个艺术门类的应有的基本技能，或者有人把它索性叫技术。大家不要回避这个问题啊！经常看很多评论文章啊，这张画里技术是次要的，它所指的东西也许是没错的。但是技术非常重要，技术不是手艺，而是一个对某种艺术形式综合表现力的一种积淀。我不准备在这上面停留很久啊。一个是形，大形整理了一下，一个是把鼻子某些部位做了一点点初步的交代。微亮一点东西，拖出这个下巴，
微量控制一下。有人写文章说是印象派画家们，他的柳叶形用笔啊，你看这像不像柳叶形用笔？但是我觉得这种归纳呢，实在是过分形而下了。 不但不切中要害，还会出现一些误导。这个蓝颜色啊，控制到不和我准备画面里出现的这种高的淬炼，这个过高了，不说了。不是说满片子给它破坏掉。 而是在里面找出一些相近的色彩变化。其实它有反光的黄绿啊，这里边有地面反光的啊，用标准的点彩办法。这是紫的啊，现在看我现在加的是以黄绿为主的，让它丰富度再加强。 我现在笔上是翠绿啊，我要找到这个暗面最强烈的翠绿味道的东西，以便使它黄绿。事实上，对象，契斯拉科夫讲素描，他说，理解的越多，你也就看到的越多。其实色彩也存在这样问题。我曾经。 20几次问过沈北新老师，我说你讲感觉，你研究分析不分析色彩？他当然要分析啊。当你这个颜色看得犹疑不定的时候啊，要分析色彩的。这是我在上得到的沈北新老师是马逊班的唯独的一个以纸画风景享誉画坛的好画家。 他的风景，色彩是特别的考究，而且色彩的品味。如果说我讲的色彩的四对矛盾，再重复一下啊。第一是色度吧，就是颜色的素描；第二是色相，颜色的倾向；第三是色性，颜色的冷暖；第四是色纯度。 我要加一个的话，这个话不是我说的，但是不为不太流传不太甚广，我也轻易把搜集到的真理编排起来，以便化成更高一级的黄货。这是很正常的对画家的一种论述，有一定道理。但是理性在作画的过程中。 仍然是有价值的。有时候，起码沈北新老师说需要分析，该分析的时候要分析色彩的。这个这块啊，暗影，尽管上午用了很大功夫，我准备把它消灭掉，因为从这个构图上你看啊，这一块整个已经堵得非常实了。 这个地方需要透气的地方，我把这暗影放在这一块，实现这样一个分割。这是画面里经常我说的随机性的东西啊，就是需要你根据画面的需要重新。你们开车的都知道，那导航经常有一句话：你已经离航线很远。 请重新进行路径规划。
道理是一样的啊。因为这个暗影如果放在这个位置，它会干扰我的，我跟你讲刚讲的那种外形效应。咱们失败了就说失败的道理，好不好？这样对画家，对跟我学习画画的人会有很多的好处的。按照正常的这个背景是重于重过手的亮面的。亮面暗面，看见没有？亮面和投影又开始打架了。刚我说这个正常的途径，这就是局部小道理管了大道理。这种错误犯的不应该，因为我的手的亮度并没有专门控制它，并没有专门研究它。记住，这是我的投影，剩下地方是亮面，在光强光照射之下的。这就不能乱了，很容易乱啊。这块颜色如果你局部认识的话，哦，这儿中过手，错了，这个手颜色我没有确定啊。这个整个这一块布子除了这一个是我对它夸张以后的投影以外，其他都是亮颜色。听起来特别简单，是不是？在画画的过程中非常重要，很多低级错误就犯在这些地方。最后他都忘记了哪是非洲人，哪是亚洲人，哪是欧洲人，这就错了。我是几乎是接近有意识犯了一个小错误啊，像这颜色，嗯，和这颜色和暗面颜色已经完全冲突了，绝不容许它冲突。事实上，作为这张肖像画呢。某种意义上说，他皮肤的亮度还没有背景亮度高，但是作为绘画呢，我可以做一些主次的处理。这是重颜色包围的一块亮，这块亮我尽可能让它鲜明一些。那个年轻人洪浩，啊，要不然休息了再说吧。我说都没颜色了，画上。毕竟我是借了一个很温厚的这种。把它和谐化啊，把它整合吧，重新整合一下。其实整合的过程中，一开始那个鲜颜色，你有意无意的一定会保留很多。而这些被保留下的色彩呢，会增加画面的丰富度。看，我在检查画面啊。第一，这种一开始用的比较过分，这种绿和画面上这些绿，看和这些绿啊，又冲突了。它是在黑颜色上的微微泛绿的东西，要不要调整？要调整。再一个，我看这些重颜色，当我看这一块的时候，这个暗面从这个交界线算起，很重的颜色，
当我打算把它画到一定重的程度，现在你检查，它和头发啊，这个头发和背景的对比度是天有很大的区别的。这个时候哦，你明白了，我在调整这块颜色的时候，它的透明度啊，它的这块黑和这块黑，你看太接近了。切记啊，我有意是为了说明问题。大胆的，它是色相上开始冷了一点啊而已，它的重度是非常有限的，包括这些重颜色，在你局部小道理画画的时候，很容易把大道理搞糊涂了。看，我现在让它透明化。换句话说，说白了没那么重，它只不过是跟头发和背景的比较，你们比一下啊，应该能看出来。只不过到此为止，也就这么重，足够了。这已经是暗面了，这个也是啊。这是画画的整个过程啊，始终保持着一个非常清醒的整体感。这颜色太暖、太过、太实。也许我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啊，现在我推，把那些画面已经有的颜色，适当的推一下，但是推的不要太死、太匀，像刷墙一样啊。利用它这些色彩变化，这个已经是画面最重的颜色了啊，就这衣服上面最重的颜色了。那么小面积的这种重颜色，我重新把它找出来。尽管上午讲课给你们讲补色冲撞啊，讲了很多东西啊，这个适当的时候，咱们在场的学员我已经大概有所了解了啊，就属于这种基础训练呢，还有很多一定欠缺的学生。所以我讲到这些道理啊，就是一个从艺的老人几十年的经验之谈。一下理解不了或者一下运用不上，储存起来啊，作为你们以后在学画的过程中慢慢体会的东西。这颜色太过，我今天看着这个颜色，这会儿看这颜色，这是在这件衣服上和它和白色的皮肤、胳膊对比是很有限的啊，有一定亮度的，有一定亮度和饱和度的颜色，大胆调整，不要害怕。我前面忙了半天，怎么都白费了呢？没有，不是这个概念啊。你说老师你很牛，你现在课堂上讲课呢，老师就不犯错误了吗？也犯啊，犯了错误，知道错在哪儿，知错知错必改，这是一个人的高明之处。现在看啊，他这个棕色衣服的亮面和这个皮肤的对比，把握到了一个相对合适的位置，而且呢，这个颜色在画的过程中
有些底色不由自主保留下来的一些底色的变化，其实是画面丰富度形成丰富度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要怕。现在这个颜色才对头了，上午因为讲解的原因，一讲到这儿，说暖暖暖啊，就这种错误还是比较明显的。如果这个人和这个亮背景和他的亮头形不成一种很和谐的关系，也是一种失败。一般对比光是好处理一些，这种平光呢，很多东西得凭经验。刚我说了啊，头发上这些，下午看着我和上午感受不一样。这种绿颜色要镇压一下的，不镇压呢，这像透过去的背景肯定是不行的。看，现在留这个蓝颜色、绿颜色，像透过去的背景，它不符合我讲的几大洲理论。把它控制在这个颜色里。其实自然界的色彩，我讲的不重复原则听起来挺苛刻的，什么地方都不能重复。事实上自然界真是不重复的。不要紧啊，刚才我调整衣服的时候加了一些过厚的颜色，如果你们觉得调整起来将来会出现一些困难也不要紧，刮刀也是你们很重要的一个工具。颜色可以刮掉的啊，刮掉有时候恰到好处，看起来好像我们不是为后而后。自然的暗面衔接，看这一块就出现比较满意的效果。其实油画这个解衣盘剥也是很过瘾的。时间的缘故，我用很少的时间把这个脸做了一点调整。现在画面上的颜色处处可以借用，只要切记不要把你前面应该保留的全部都给它
它不会干扰，这是一条横的差异，这是一条竖的差异啊。这种交错，因为现在的对象，摩擦到现在为止已经变化非常大了。先把椅子移动了，是吧？他头后边几乎没有，再往前移一点点，不要紧啊，没事儿。这会儿就是我送，再往前移一点，送他们的一句话啊。这个对象只是你作画的一个借口，这句话含义非常深刻哦。看谁能悟到其中的玄机。佛祖拈花迦叶微笑，就是会心了，知道意思了。我现在要找后边这一块已经找不着了，不管怎么也找不着了，我也不打算找了。我是根据我画面的，我的记忆，我画面的需要，重新再组织这样一种关系。看现在看大家看这种比较斑驳的。如何为我的打算突出的形象服务？谁听话我用谁。见到夸张的颜色，不要轻易的把它否定掉，要拿捏，要琢磨它的意义、它的价值。现在就是黑白灰啊，这三块脑子要非常清楚。但是这个黑呢，这个灰颜色呢，灰到什么程度？它用笔的方向，它哪些更有助于我？表现有助于表现对象，就成为你的焦点，你的着力点。无论如何，我得把这个形象的基本感受捕捉到啊！尽管我为了给你们讲丰富中追求统一，不惜牺牲一些三维空间的变化，讲这个艺术表现的法则，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要把对象的基本感受抓得住，要不然咱们陈楠这个模特是白做了。还想偷了，坐下画，最后还是不得不站起来画。不要紧啊，现在是。因为形象，我得必须刻画一下，稍微谨慎一点，费的时间多一点。
这么短时间画一张肖像，而且还有课题，这对谁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好在我这个人就是天生的爱接受挑战。很微妙的转折必须有。重入轻出的办法，为了托出下巴，给了一块比较亮的，这亮的可不是这么简单。